敢自称常不败，遇到这样的狂人，那就看王铁锤如何拿捏他。铁锤先走，来一个仙人指路，常不败主底炮，红旗玩家中炮，黑旗补七象。红旗先补一手士，削弱这个主底炮的威力。那黑旗上马，红的上马，黑旗挺足支马，不能容忍红旗俩兵都挺起来。红的出车，黑的出车，下一招就要进炮封你。红旗呢挥车过河，黑旗平炮对车。哎，红旗一看，那你这现在只有一个马保护中卒，你来跟我对，那我也不跟你了，我给你对掉。对完之后呢，我开炮来一将，黑旗不是，红旗呢在兵五进一，兵五进一一招两用，既可以重兵过河，以后呢又可以马盘中路。黑旗拐角马踩炮抢个先手，以后呢出局抓炮，你这边呢马炮啊不好处理，所以说呢红旗呢他不退炮，他平一步，这样呢你要是出局抓我，我就重炮打你的马抢一步先手。那黑旗呢上马，下一手呢有一些闪击，红旗不理他，回手象，黑旗平炮，现在踩着炮呢，红旗呢把炮躲开，黑旗呢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冲卒，哎，你一吃，他跳上来，那这个象尖马我们知道绝佳的位置，攻守两立，红旗不理他，然后呢飞个高象。现在再跳象尖马，这个不是先手了，他呢就往这跳，踩住你俩，那红旗呢就攀马，黑旗不能踩象，他就踩掉重兵，红旗架中一打，黑旗再踩掉，红旗呢抢出来车一平二这个点，你要是换炮咱就换了，这个车一平二出车还是非常大的，出车很有大局观，不能让人家车九平八抢住。那黑棋呢选择了先上马，红旗呢就进车卒林。黑棋呢选择了一手出象位车，这招棋应该说是一步软手，因为你这个象位车，你车没有这个方向，倒不如走这个卒一卒九进一，以后呢再冲卒，从边线呢把车杀出来。他这一出呢，红旗赶快开炮一打，也避免了他马换炮。现在打车，你这个车刚开出来，就不好意思再回到原位呀、啊。他就选择了一手平炮来腰对。那红旗呢，也没有再选择这个平车来牵制，而是啊选择直接给他打掉。打完之后呢，这个三路马没根了，红旗呢平过来捉他。黑旗呢选择了一手飞象，用车来保。这个棋啊可以考虑啊回个底象。因为高象毕竟属于阵型上的一个毛病，红旗呢就退炮，下一招准备打马，以后打卒瞄他的这个三路闷弓，黑棋害怕了，抓紧呢他也退个炮准备打，那红旗呢平炮一打，黑棋呢也平炮一打，红旗本来也可以选择吃个卒，黑棋打一下觉得红旗车会躲。没想到啊，红旗出手了，不躲，弃车，砍马。黑旗一看，你当我这个法拉利没有加油是吧？干掉。那红旗呢，再把马一打，打住一串，黑旗只有走开。这个棋它精准一点的话，应该走一个车三平四。以后呢，小卒过来，这个车卒在一侧呀，可以追回一个士子。那红旗呢，把炮打掉了，这样呢，相当于啊，红旗呢是一车换了三，现在呀是单车对炮双马，那是三英战吕布厉害呢，还是说一车是子涵呢？黑棋这时候选择了一手冲卒，你要是一踩呢，还有一个过来助双，那红旗呢就回马，准备呀调整马位，黑棋进车兵线，红旗退炮。准备铁帽子给他扣上，那黑棋呢先飞个象，红旗呢也飞个象，黑棋摁住小马，
你要是走一个马七进五，那黑棋小卒下来以后一靠，这俩马呢必丢一个，所以说呢红棋就选择了一手马三进五，黑棋下卒，红棋呢有一个上马踩车。黑棋要是平车捉马，红棋可以连上去。你再平卒，它有一个呀平炮打车的先手，以后把马跑了。所以说呢，黑棋呢也没有过来捉马，选择顺手牵羊，吃掉这个兵。那红棋也是马盘中，黑棋平卒，红棋再往上跳。下一招这个出入槽也是非常厉害。那黑棋呢就过来先抓一下马，红棋呢也可以选择一手马四进六，他没有，他选择了一手马四退六回马进枪。那这一溜没有点，黑棋呢把车平过来，红棋再进马，黑棋选择先出老将，这样你这个小马乱跳，他有一个将军利用老将杀你士，以后卒冲下来，那反而黑棋厉害了。所以说呢，红旗不理他，平个炮，准备以后底下给你来一将，以后还可以走一手马六进七。那黑旗呢，先吃个士，红旗呢，跳马进去，黑旗呢又选择了一手回象，也不能容忍人家带将把这个中象给吃了。红旗呢就选择了一手回马，踩住士。瞄住你的卒，士也不能给，这个士，哎，红旗呢再回这个马，回这个马，下一手这就要来将你，以后再铺槽了。黑棋走到这样顽强一点的话，应该是将一军，以后退回来盯住这个炮。他又选择了一手飞象，那红旗这个拍一将，可卡住了他的象眼。黑棋进老将，然后呢，红旗开始搞他的对象，把象一踩，这一个出让槽可是毒辣的毒辣。黑棋把卒平开，那红旗呢就卧槽一将，黑棋老将只能偏到这边来，红旗一平炮，下一手进马，那可就马后屁了，你这边搁肋上又来不了。他就选择了一手退车，那红旗呢？最后把炮一缩，以后就有一些闪击出将了。黑棋选择了一手下卒，那红旗也是回马一将，黑棋平卒，那红旗呢？踩士一将，他把炮一吃，人家呢把他车一吃，那这还玩啥呀？一个大字也没了，人家还有两个活蹦乱跳的大马，那走到这儿，黑棋呢也只好投子认负了。